大家好，我是 Mr. Steel， 全球期待已久的 MSC 地中海邮轮全新级别 World Class 低艘 Europa 将于22年12月底正式下水，一月首度从迪拜起航。这艘 MSC 旗下最新最大的海上度假村，每人含税价居然只要500多刀起，一定会刷新你对邮轮度假所有的幻想。欧罗巴号拥有 MSC 舰队最长的船身设计，333米长、22层高的甲板，以及高达4万平方米的公共空间。未来主义的船身轮廓，90度的标志性船头，像不像那种千万豪华游艇的划时代设计？船尾更是采用前所未有的 Y 型设计结构。船中标志性的大道穹顶，一半采用露天设计，一半用壮观的 LED 天幕覆盖，将全天为你呈现专属定制的无敌大海景。它还有全新现代化餐房设计，多达19种的房型选择，高达 65% 的阳台房比例，7种创新的房型设计，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你体验不到的奢华。这里还有适合全年龄段的海上大都会，吃够鱼为一体的欧罗巴大道， MSC 最大儿童室内游乐区，7大游泳池和13个热泡按摩池，以及海上最高的滑道，跨越11层甲板的 Sparrow 无极螺旋滑道，全新升级的地中海游艇会 Yacht 高级套房体验，也将会提供 MSC 舰队最最最奢华舒适的船中船体验。餐饮方面也进行了全新升级，33间风格各异的餐厅和酒吧，带来舌尖上的盛宴，共13间餐厅，包括6间特色餐厅，高达20间酒吧。哇，这么多选择，真的要小心挑花眼。最后注意啦，想抢先体验这艘游轮，玩遍阿联酋、卡塔尔、沙特阿拉伯，深度体验阿拉伯文化的话，记得20231月7号和1月28跟着 Mr. Xiu 环游世界第一站，带你玩转中东三国，嗨翻 Europa， Let's go！